你真的很让人讨厌。看来杜小姐今天没少喝酒吧？ 没喝多少，就一点点。一点点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听起来，杜小姐还挺伤感的。笑什么？你知道吗？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，是吗？这一点我倒毫不意外。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吗？说说吧。你是不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啊？也是。你看看你，从小出生在富裕的家庭。 学历高，人又长得帅，自然就会觉得高人一等。不过，你不觉得这种自以为是、高高在上的样子真的很让人讨厌吗？这么听起来，杜小姐，你是打算酒后吐真言了？这就是酒精的魅力，你永远把自己裹在一个壳里，表面上看上去很 nice， 但是其实内心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。杜小姐，我劝你不要传播别人的心思。你凭什么以为你很了解我？凭什么？凭我的直觉。 你知道现在沼泽里的感觉吗？挣扎只会越陷越深，祈祷坚持到有人来救你。狗屁！其实谁也救不了你。这世上，从来就不会有人去在乎别人的顾影自怜。看来我对你之前的判断没有错，你就是一个没有心、没有痛点的人，你的这儿 就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。行，我就把你这句讽刺当恭维听了，倒不像杜小姐你，每天沉溺在自己的痛苦之中。也许吧。